山顶哪样侪冇行啊？有些动物啊，飞禽走兽会有这种附身的情况。我现在在外面裸了手，不知道他会干出什么事情。你是不是命也叫好事去台南哈？这不是性命啊，你若无，那就等个性命来哦，再加工会。你去哪处理？怎么行啊？有一些法术不能碰。不光了，俊凯，快找到我，大仙子，求求你。